13日 MBC 发布官方立场表示，向大家告知《无限挑战》后续节目相关事宜。3月末本季无挑结束后，将进入休息期，原成员们决定不出演后续节目。后续节目不是第二季，而是以新 PD 为首制作的节目，会以新的节目名推出，播出时间会与无挑一样，会是在周6下午6时左右，预计于4月份播出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不舍，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再见了无挑，带给我无数欢笑和感动的节目。无挑要看一期少一期了，好好珍惜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